各位朋友，美国国会这几天一个最重要的动作，最受到大家关切，跟大家生活影响最密切的，或者说是美国的企业界也是在那个地方盯得特别紧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税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华府要跟大家来谈这个议题，特别是谈呢，一般美国的媒体这个没有特别关注到的，或者说是常常讲的，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啊。来跟我们的这个朋友来分享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华府亚太公共事务协会会长蔡德亮，蔡先生你好。哎，你好，大家好。首先呢，请这个蔡先生跟我们谈这个税改啊，究竟改什么？就是现在的或者是这个共和党所要推动的啊，它究竟有些什么比较具体的差别在哪里？是税务改革呢，在是这个川普总统啊，在过去这个竞选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政策之一啊。所以今年他们一开始就很希望早点推动，所以现在来讲，把这个税改的方案呢，定为叫做这个减税与那个希望能够增加工作机会的这个一个法案，哎，所以减税与工作机会法案。那么这个目的呢，第一个就是说能够给一般的人能够减一点税，那么第二个呢，能够增加这个美国的这个工业产业，把公司能够把这些产业移回美国来，那么在美国增加一些工作机会。也就是说，这个减税者也包含了个人，包含了这个法人或者公司，是两方面的。那你说。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减税呢，看起来就是说，其最重要就是它减了一个，就是把一个所谓的这个最低税额哈，minimum 那个 alternate tax 哈，减拿掉，那个这是对富人最有利的。那第二个最让人家看得到的，就是说把这个个人减免哈，这个标准扣除额增加了很多。那么大概这个个人是12,000，夫妻两位是24,000这样子。但是其实同时呢，也因为这个样子，他必须要减少这个所谓的税务上的一些细节的东西，然后所以他减少了很多那个减免额，还有这个扣除额这些东西，就是。好，我们这个，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很多这个减免额、扣除额以后没有了。那么过去你可以这个所谓减免额、扣除额，就等于让你的这个缴税这个税基可以减少一点，少减一点税，那这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我想，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从我们民进其他节目里也知道了，就这一次啊，这个减免有几个主要的方向啊，或者说是税改有几个方向。首先呢，刚才蔡先生特别提到的，就是个人所得税这个是急剧从7个减为3个，由税率是12%、25%、35%，但是那个现行的这个富人最高所得税率39.6%，这是维持不变。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公司的啊的这些这个税率，税率啊，那么也是减免，那么从还有35%减到20%，35%减到2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减幅，那个人的所得税率这个减幅没有这么大。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到底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的地方，好的，那接下来就要请这个蔡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了很多过去的，那等于在附加的税表里边的这些宽减啊、扣除啊，那以后啊就未必能够继续享有这样的优惠了。这是在一个就是讲得好听的，就是在一个就这个降低这个税表的复杂度，报税的复杂度，就是让减的话，我们这个报税的程序这种做法上来，所以呢，其实它是在减少了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减免。第一个，比如说是这个我们说州的地方的所得税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州跟地方所谓的房地产税，要减少。那么第三个就是说你这个房屋贷款利息的那个减免啊。那第四个，比如说像这个本来你有一次你过个几年你搬家的话，这搬家有个会要呢可以抵税，这就没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说他把你的个人宽减额增加了啊，12,000，从这个6,000多块减到降加了12,000，或者是夫妇两位增加24,000，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很重要一个，他税金是没有提，但是实际上是有，就是说个人减免额啊，就是这个4,050块钱一个人，那这个已经拿掉了那所以呢，这个加加减减来发现，就是说其实你本来不用这个所谓的 Schedule A 啊，这个减免表格这个 itemize 来讲的话，你的可能你所
所增加的这个你减少了税户，可能是增加差不多一个人可以减到400块，两个人可能增加800块，所以一年你可能可以省400块到800块。只要你本来是用标准扣除额的话，OK，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啊。但是你假如说是，你本来也用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个 itemized deduction，就是项目扣除额来讲，列举你可能列举你可能少了很多很多东西。啊，譬如说你的教育支出啊，你的医疗支出啊，你的这个学生贷款的利息啊，所以这些东西通通不见了，所以就变得差了很多了。所以事实上有本来有用列举这个扣除额的人呢，到底划不划算，就看个人的情况来决定，所以就差别就很大了。但是呢，它其中有个更大的就是说户人的所谓的这个最低税额的这个减少，这个就差别，这个对有钱人差最多，这也是川普一定要做的东西，因为对他省最多钱。川普本人这个税可以减少，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 alternate minimum tax，就是个人最低税额，所以这个差别就非常大。好的，这个我们再跟大家来这个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个共和党现在提出来的这个税改哈，这个如果是个人年收入在24000块以下的话，那这个税率是零，免缴所得税。那么单身年收入啊不到45000，或者是夫妻合并收入不到9万的话，这个税率是12%。这个单身呢年收入在20万以下，夫妻合并收入在26万以下的话，这个所得税率是25%。个人的这个收入在50万以下，合并夫妻合并申报是在100万以下，这个税率呢是35%。这个蔡先生刚刚讲的这个富人呢，就如果你这个夫妻合并申报一年超过100万美元的话，适用的所得税率啊，这个是还跟现在一样39.6%。当然这里边呢，这个刚才讲的是就是这个所得税率，可是蔡先生特别提到的，就是在这个等于是一个简化的方式。所以很多现行的列举扣除额的话，那以后就很多项目就把你取消掉了。所以这边呢，也许减了，另外一边呢，可能就是让你的税负增加了。但整个看起来呢，共和党今天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哈。他们所强调这个观点呢，就是蔡先生开始提到的这个所谓税改啊，它其实正式的名称是这个税改和就业啊，就是希望能够因此在这个美国经济上能够得到更大的诱因。您是跟我们谈一下。他这个主要的目的或者主要这个诱因呢，他或者是对这个公司法人来讲，他这个税改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对公司法人来讲的话，因为他所能够这个得到的这个赚到的钱呢，能够省下来留给自己的，会增加很多，有增加15%嘛。所以有赚钱的公司呢，当然都很高兴，而且他可以最主要是作为跨国公司来讲的话，他可以把很多利润报到美国来，而不是报到其他国家去啊，因为这样他可以把这个利润呢换回到美国来，那么美国的资金就会增加。所以这个资金增加，或者是说他愿意在美国增加投资，因为他本来，譬如说我可以在别的地方设分公司呢，把这个利润放到另外一家那个国家去，他现在可以把它放回美国来，因为这个税率就没有那么高，就可以觉得说，在美国比较划算，这样。就假设，比方说一个公司，它这个去年赚了100万啊。在美国要交35%的税对，啊，就所是以他三就十五。想方设法把这个名目弄到国外去对，把这利润放到国外去，啊，而不是放在美国。那以后降为20%，哎，他就等于是报20%，就20万的税，是。所以他就不要再把这些名目弄到海外去。对，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就可以就是每一年大概有很多钱呢，啊，这几千亿了，啊。在过去10几20年累积在，可能美国根据这个川普所讲的，等于是有几兆，大概4兆到8兆之间的美金呢，留在其他国家而没有拿回美国来，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税改以后呢，这个事情能够减少或者不再发生，把钱留在美国，在美国花，在美国这个投资，希望是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是，这个在我们今天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之前呢，蔡先生提到了，他说，像很多这个列举的扣除额里边，像这个健保的啊，你说这个支出以后就没有办法列在你的扣除里边了。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因为很多细节是在400多页里头，要详细读啊。那主要的几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的搬家的费用啊，你这个
房屋利息啊，从譬如说本来贷款额100万可以进到，现在变成只有50万嘛，所以你这个当然影响没有那么大，只是对很有钱的人、大房子的人、借很多钱的人有用。那么第三个就是说，你这个本来的这个各州的这个所谓的所得税啊，是可以抵扣的。那现在就是说，可能要把它取消掉，当然有很多反对，可能还在谈呢、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房屋那个利房屋税啊，房屋税这个里边呢，本来就是说要整个拿掉了，现在又说好像我们拿回差不多1万块钱，最多可以让你抵1万块钱。那另外还有像什么你的这个医疗支出，你自己负担的部分啊，有的其实这个在很大数字的时候才可能会有抵税，但是现在你可能通通取消掉了。你像这个学生贷款的这个利息啊，什么本来是可以这个扣除的，现在也不能扣除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对有些人或者简单讲，就是比有一些人偶尔可以用一次，或者是说收入不是那么高的可以用，但是这个对中产阶级影响很大。所以个人看起来的话，目前为止来讲，虽然他们说是基本上中产阶级可以省税上千块，可是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很多这种项目都取消掉了。好的，这个我们俩在今天节目开播之前呢，我和蔡先生我都试着想要说，这个也许啊可以提供一个连接，让我们的这个民进的朋友们，自己可以去多了解一下啊，万一我们讲的不清楚，或者您觉得我们讲的这个你需要进一步查证啊，我们就可以提供这个连接。后来发现不容易，比如蔡先生刚刚讲的459页，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讨论过程中间，我们就想到了，他这个项目啊，他把它简化了。这个会计师也是这一次税改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人呢。对，这一次税改照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最大的损失的人可能是第一个是 Uncle Sam 啊，美国政府，山姆大叔，美国政府，税收会减因少。为未来的10年预计可能会减少1兆5千亿的税收，一兆五千亿的税收。那么第二个可能比较这个受害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整个税表简化了，那么平常个人呢，假如说对于很多比较细节的部分需要节税啊，需要避税的部分呢，那不清楚、不了解的都会请教会计师。那么，但是这一部分呢，现在就可能不需要会计师，不需要去麻烦会计师了，你自己就可以搞定。这时候会计师可能就少了很多生意，所以最大受害者可能是美国政府跟这个会计师，一般的个人会计师。所以，川普总统提出来的这个税改方案呢，他我们刚才讲的，他这个中间的有一个名称，就是有关于就业方案。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同时和会计师减少就业方案。不过呢，这次啊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在共和党里边呢，那这个支持率很高。按说嘛，这个共和党是川普自己的政党，但是在过去这几个月，川普提出的一些议案呢，共和党不一定都支持，但这次情况比较特别。是 yes and no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这一次提出来以后，因为细节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也很多人也不知道要怎么表态啊。不过，因为明年马上要选的这些众议院的议员跟某一些参议院的议员来讲，尤其是从加州还有这个纽约州，New Jersey 这三个州来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个人这个房地产这个金额比较高，所以他们可能借款比较多。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收入可能比较高，所以他们的这个州的税也比较高，所以他们对这一部分说被减掉或被减少了，他们都耿耿于怀。很有意见，很有意见，是因为他们明年要选的时候，可能这一部分会被人家选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说已经比较明朗化了，因为众议院等于是今天宣布他们的方案，那也得到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等于是 endorse 啊，就是说他认可，但事实上到了参议院还是可能有问题的，所以目前来讲这些细节还在转来转去的，所以还不是完全底定。目前可以了解的就是说，这个以后税收会减少是肯定的。是这个，川普总统啊讲说是希望这个圣诞节前啊，这个案子能够在国会通过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哈。可是呢，我们发现就是蔡先生刚刚讲的这个国会里边的参众两院的这个版本就可能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民主党啊，对于这个税改的支持的程度或者反对的程度会到什么样子？目前看起来呢，民主党还是不赞成。那最主要的其实是一个，就是说财政
财政规则的问题，或者是财政纪律的问题。那么因为通常来讲，现在你要减什么税，你要在哪个地方增加税来补回来，否则的话这个财政纪律就荡然无存。那么其实这也是大部分共和党保守派的意见，就是你政府不能乱花钱，应该有财政纪律才对。所以目前来讲，现在还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会减少多少，真正的会减少多少的收入，那么有没有办法补回来？假如没有办法补回来，可能连共和党里面有很多人都会反对。好的，这个最后让我们想到昨天这个美国的棒球的这个所谓的世界大赛是啊，然后这个德州啊，太空人休斯顿太空人队是他们成军以来啊第一次得到冠军的，50多年的历史真不容易。那么今天这个有一位德州选出来的议员呢，就把这个棒球和这个税改连接到一起啊，他里面就讲的就是说这个棒球啊有起有伏，有领先有落后，但终究我们德州把这个冠军给抱回来了，而且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场地，是在加州啊这个场地拿了冠军，格外不容易。但他也就讲的就是这个税改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一定是有各方利益的角逐，然后有不同党派的色彩，然后呢这各个地方的这个议员呢，他要考虑到自己选区的时候，他会就会有不同的考虑了。您怎么看待就是这种税改它最后可能的走向？目前看起来有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呢、对于自己的党啊没有信心，对于总统没有信心，所以有很多众议员已经宣布说他下一任不敢不选了。就见好就收，因为与其跟着他一起混的话，还不如自己早点离开。所以已经有两位参议员说不选了，那有差不多将近20位也说他不选了。那所以这个前景看起来并不是很好。假如说他这个可以按照大家的意愿的就通过这个税改方案的话，那可能还有点救，不然的话可能军心会溃散的。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细节上来看呢，有很多人已经对明年的改选众议院共和党的选情呢不表乐观。所以假如说这一次改的幅度太大，太偏有钱人的话，太偏这个公司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大家会更加觉得说没有希望。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依照目前的版本来看的话，可能不是很乐观。好的，今天我们来跟朋友们大家谈美国的税改啊，牵涉的实在是太广。它是从1986年以来啊最大幅度的一次改革，它影响的不只是每个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财政状况，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税收，又牵涉到很多法令，究竟怎么改法子，各党派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在美国政坛呢，这也是对美国整个经济的影响，还是会值得我们呢继续观察。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华府亚太事务公共事务协会会长的蔡德良先生来跟我们的朋友来谈美国这一次的税改，也谢谢我们大家的收看，我们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明镜相关的报道和评析，谢谢您，再会。谢谢。